各位新手大厨又想整翻几道冷手小菜，唔使惊，今日就等我教大家整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又好嘢味嘅菜式——蒜蓉牛油煮大虾啦！即刻睇下咩材料先。中意食蒜蓉的朋友咧，就可以落埋呢个炸蒜，咁样咧就会更香而且更有口感噶啦。哇，好香啊！唔讲咁多，即刻帮大家试下咩味啦。呢个大虾咧真系好嘢味，而且因为开咗边嘅关系咧，所以成只虾咧都好入味，好重蒜蓉香。各位新手大厨就可以整嚟压下like啦。Yoo-hoo!